乃指通西二十四孝之三，朝代东周，孝子曾参。东周的时候，有一个叫曾参的人，也就是曾子，字子瑜，是孔子的高徒，儒家代表人物之一。相传他学识渊博，极为孝顺，著有《大学》《孝经》等儒家经典，后世尊称他为曾参。但是曾子小时候家境非常贫困，以砍柴为生。有一次他上山砍柴去了，家里只有母亲一个人。忽然间咚咚咚咚咚咚，有人在敲门。请问有人在家吗？曾母打开门，外面的人一见，接着问：伯母您好，请问曾子在家吗？我是特地来拜访他的。曾母心里非常着急，不知如何是好。哎呀，这可怎么办呢？怎么办呢？原来家中没有什么可以吃的东西来招待客人，由于当时交通不方便，也没有电话可以联络，曾母也找不到人帮他上山去找曾子，只好眼巴巴地盼望着曾子快快归来。可是等了好久，仍然不见曾子的踪影。思来想去，曾母忽然间想到了一个好方法。儿子这么孝顺的人，常常和我心灵相通，知道我在想些什么，也许这样他可以感受得到。于是便伸出手来，忍痛用力地咬了一下自己的手指头。而在山上砍柴的曾子顿时觉得心惊肉跳，连忙背起柴往家赶。回到家以后，看到母亲正左顾右盼，焦急不已，连忙恭敬地问母亲：娘，您小孩有什么事情吗？曾母说：家里来了客人，说要找你，我无计可施，就咬了一下自己的手指头，希望我的痛你能感受得到，好快点回来。曾子若不是平时对母亲用情至深，孝顺有加，善于体会她的心意，又怎么能够发生这种心电感应呢？心灵相通也需要有十足的默契啊。岂无远道思亲泪，不及高堂念子心。南无阿弥陀佛。
Nam Mô A Di Đà Phật. Nam Mô A Di Đà Phật. Nam Mô A Di Đà Phật. Nam Mô A Di Đà Phật.